男人，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猜猜他的年龄几何呀？不用瞪大眼睛，20多呗。对于女孩来说，永远要猜18岁。不，你认真猜，你得客观。对，你认真猜，客观，客观，得客观呀。25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往那边看了。你少看那边，尤其是潮汐啊。他俩都特装。刚才你跳舞，我一直仔细的看。我觉得如果那个涂磊老师不问，我觉得20多；但问了呢，我觉得哈，可能会一定比20多要高，对不对？高多少？多，30。30。朝西、曲伟、杜江，站这儿来，站这儿，站这儿，站这儿，站离你近一点、啊。叫姐姐，真叫姐姐、啊，真叫姐啊！叫神仙姐姐，姐姐好，天山童姐。你报一下你的年龄，你多少年生人？我72年的。你？我83年。你？我74的。我74。到底七还是？然后吓成这样。好，那你就自我介绍一下。三位老师好。我叫宋振，来自青岛，我今年46岁。46岁是多少年的呀？我是7年的。71年，真的比你大。所以叫你们叫姐姐没错吧？我请问一下，您是哪个4S店保养的？有你这样的吗？你们3先回去吧，啊，来告诉他们你是怎么驻颜有术的。我平常是没有刻意去保养的，就是比较爱睡，因为属猪嘛，有的时候在家一天可以睡12个小时，中间、那你这么说，那属鸡的怎么办呢？然后中间也不起来吃饭的。你什么工作？你能睡12个小时？我的工作是一个兼职的健身教练。啊，你就是干这个的是吧？啊，那这个后期还有嘛？就是在我孩子3岁的时候嘛，我去选择了这个职业，为的呢就是让我自己可以依然保持这样年轻有活力的一个姿态。您都有小孩了是？哦，对，这年龄肯定是46，肯定有小孩了。现在是多大了？你想什么呢？徐总还多大？想有没有机会？你们俩能不那么烦吗？对长辈能有点尊重吗？我的儿子今年18岁了。儿子18岁了。除了多睡觉、心大，还有做健身。那吃呢？吃要。要注意什么呢？对吃没有说想吃什么呢，或者不爱吃什么、对吃几乎就是没有挑剔的。那像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抹点什么呀，你也弄这个吗？平常我是如果来不及了，我也是就是从脸上就涂上就走了，但是我出门必须要化妆的。那如此说来，其实他也不是特别的刻意的，是吧？一个好的心态很重要。对，我估计你老公和你孩子也特让你放心吧。对的，嫁了一个好老公，平常在家我这个几乎就不做饭，真的是挺感激他的。你听说过能量守恒定律吗？你老公你能年轻成这样，你老公得老成什么样？哎呀，你信不信？也小啊。你老公叫什么名字？汪永涛。肯定比你大吧？大3个月。大3个月啊、几乎是同岁啊。有请汪大哥。你看，你看。你看，好人，你看，哎呀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好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岁月催人老，有些人不是不老，是因为有能干的老公把这种老都给承担了呀。你看你这沧桑的。我先做个自我介绍。哎，好好，你先做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宋振的老公老王。我今年46岁，大他3个月。我来自青岛。有没有人在路上说你们一定不是真爱？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，比如说我们刚结婚那会儿，我们俩一起下楼，正碰到楼下邻居老张，因为刚搬到新家不熟嘛，老张随便打了个招呼，老张看我们的眼神都非常的疑惑，后来，比较熟了，在一起吃饭，老张就告诉我，哎，老王，我跟你讲，第一次见你们两口子，我回去就跟我老婆说，你看咱楼上这家伙。估计像个承包头，而且他找了个20几岁小姑娘，估计是二婚，他当时我们刚刚结婚，他也就20多岁嘛，后来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，是3岁多吧，我们俩一起去的时候就上他家去玩，我就说然然，
快叫我，他就说姑妈好，我说你快叫他，他就爷爷好。我也不明白，老王你也染个发呗，你这不是原生态，你这是过度苍老啊。不过说句实在话，夫妻在一起时间这么长，会不会有的时候感觉老王不懂浪漫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分过一次手，因为他非常的内向，而我就是性格比较外向，沟通起来就是特别的有困难。他这个人什么东西他都喜欢藏在肚子里，其实好多时候我会跟他讲，你可以说出来呀，夫妻两人就是其实鸡毛蒜皮呀，东家长西家短呀，关上门你说谁好谁不好都无所谓的，他好不好他都不告诉我。不然怎么认识的？就是学那个驾驶嘛，我们车上有一个师兄就问我说，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。我一听我说那好吧，我说那就见见吧。当时第一次见面我感觉这个人非常的稳重，不像他的实际年龄，他其实本来就很显老。所有显老的人永远就是这个模样，可能到六七十也是这样的。哎，他们都这么说。我们坚定的在六十岁的时候等着他，对吧？哎，谢谢。刚才说儿子18岁，对，现在是一名海军战士。这是你儿子是吧？你们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，虽然明显你要大一点，但是这个别人看了以后也会摸不清关系啊。你跟你儿子在一起有没有闹过笑话？有好几次啊。比如呢？就是和他爸去送兵的时候嘛，然后那个我去了，之前这个也是一个他战友的一个妈妈见过老公和儿子，没见过我。那天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后他们就说，哎呦，把儿子女朋友也带来了。然后我就他又一边说一边往前走，走进了。不是，是姐姐。后来老王就说，这是我爱人。孩子他妈就说，是亲生的吗？就也是心里边既高兴也觉得有点挺纠结的。这个其实我倒对你这种情况见多不怪。你像尹峰年纪比他还大呢，也保养得非常年轻，跟自己儿子在一起的时候神仙姐姐，对，也像同龄人一样。也跟你长相还有点相像。说到这儿，我们想问一下你们的幸福心愿是什么？你们俩谁来说？我吧。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武馆。